真玛利亚的诞辰，因为正义的太阳，我们的主基督由他而出生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神父早安。我们今天与普世教会庆祝圣母诞辰，圣母的生日。我们在今天圣言会也庆祝我们教会的诞辰，我们的生日，教会的生日。在天主的计划没有偶然的，他的计划是非常非常的完美。为了耶稣基督的诞辰，早就有计划好了。从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，有一个童贞女要怀孕生子，她的名字叫做厄玛努尔，我们就知道早已经安排好了。所以当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她诞生之前，在她的母亲的怀孕中，天主已经计划了，天主已经净化了她的灵魂。所以我们就在今天的庆祝是庆祝天主的大计划，救人的大计划，从圣母开始。我们祈求在天上的我们的母亲为我们祈祷。现在我们大家人最虔诚的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时享平安。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宣扬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除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；除免世罪者，求你福听我们的祈祷。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，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。耶稣基督，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及仁慈的父，求你赐给我们天上的恩宠，童贞玛利亚的怀孕生子是人类救恩的开端，求你也因我们庆祝他的诞辰而赏赐和平与人间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恭读米该亚先知书。上主这样说，厄弗拉地区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的城镇中虽然是最小的，但是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生来统治以色列，
它的来历远于亘古，从太初就存在。因此，上主将遗弃他们，直到那孕妇生下一个儿子。然后，他弟兄中的移民必将归来，与以色列子民团聚。他必卓然屹立，以上主的能力和上主他的天主之名的威权，牧放自己的羊群。他们将安享太平，因为他必大有权势，直达地极。他本人将是和平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我因上主而欢欣踊跃。我因上主而欢欣踊跃。上主，我仰赖你的慈爱，我的心灵因你的救援而欢乐。我因上主而欢欣踊跃。我要向后代我的上主讴歌，我要赞颂至高上主的名。我因上主而欢欣踊跃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童真圣母玛利亚，你是有福的，配受一切赞颂，因为正义的太阳，我们的主基督，由你而出生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你。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，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和若瑟订了婚，但是还没有成婚，玛利亚就被发现因生神怀了孕。他的未婚夫若瑟因为是一人，不愿公开羞辱他，就打算秘密与他解除婚约。当若瑟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，忽然上主的天使在梦中显现给他说，大卫的后代若瑟，不要害怕，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，因为她是由于生神而怀孕的，她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他的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请看，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，人要称呼他的名字为厄玛努尔，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。上主的圣言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主平安。今天是圣母的生日，也是我们扬生家族的大节日，是我们圣宴会的生日，圣神秀女会也是今天庆祝他们的生日。我本来想说我们在圣母的那个生日我们就唱生日歌吧，要奉献给天上的圣母，没关系，大家就可以自己
为圣母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找时间给他庆祝。我先分享一下我们圣言会的诞生。我们圣言会是在，应该是在德国，但是那时候在一个德国神父成立的。但是那时候是因为政府对宗教 的活动有一些禁止，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神父，本来已经被诸圣的神父，他们在德国就没办法做他们该做的工作。那圣央瑟埃诺德他就听到说，在远方，在东方有一大人民，他们也应该没有听过福音，耶稣基督的福音。那这人民就是中国，中国人。所以他就想说，要把这些闲着在德国闲着没有事做的神父们，可以派遣他们到中国。所以他就成立了圣言会。他在成立圣言会的时候也买了一个房子，那这个房子就是一个破烂的酒吧，很旧的酒吧。他要成立，就说在开幕弥撒的时候，他从邻居借他们的椅子，借他们的桌子，因为这个那个酒吧什么都没有。他邀请了一些人，他们来参加我们修会的开幕典礼。弥撒结束了，他们就离开，这些人离开了，他们就彼此说，这个人哦，杨森埃诺的这个人哦，如果他不是疯子，他就是圣人。他只有两个可以形容他，他是一个疯子，什么都没有。但他说要成立一个修会，传教修会，那这个是一个疯子。那如果他不是疯子，他真的是一个圣人。时间历史也证明了他真的是一个圣人。从什么都没有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全世界圣言会应该是修会的排名第，应该是第六吧，第六大修会。那这个完全是依靠天主，依靠人真的是没办法。那我们的圣人，我们会主，他那时候也听到了别人说他应该是一个疯子或是一个圣人，他就说了，他捶胸，他说，天主，如果这件大事成功，完全是属于你，完全是因为你的恩宠。如果没有成功，我应该捶胸说我配不得做这件大事。这是我们的圣人，所以他的目标是为了我们的中华大民族的得救而成立这个修会。那除了我们说这个是圣言会的生日，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庆祝圣母的生日。那在庆祝圣母的生日，我就想起我去以色列去朝圣，我们去朝圣到了耶路撒冷，到耶路撒冷，从我们进去耶路撒冷，从狮子门进去，右边有那个圣亚纳堂，圣亚纳堂。那这圣亚纳堂就说圣亚纳跟圣亚金他们的家就是在那边。那圣母诞生就说在这个地方，应该是在圣殿，在耶路撒冷圣殿以北不远，很近。所以圣母就是在那边诞生的。那我们要进去到这个去拜访这个教堂的时候，我们先在外面就看着那个羊池的，以前的羊池在那边，我们在看。我们看的时候，神父是一个，应该是一个德国神父，他在门口看着我们，等着我们。我们从羊池到教堂的时候，他在门口就问，你们从哪里来？我们说我们是从台湾来，他说圣母在这里一直等待你们，要欢迎你们来到他家。我们进去的时候，他直接带我们，应该是我们一进门在左边到一个墙壁，在那边有圣亚纳跟小女孩在前面，是圣母就在那边。
一看到这神父在，他就要我，你看那边的是写的什么？我看那边是写的是拉丁文，我就很痛苦的在那边看，看了以后呢，我看到 Shema Israel， 就是以色列人，你们要听着，你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，你们要全心全灵全意爱你们的天上主 天主上主。我念这个，他就说对了，这一句话就是犹太人他们教养他们的孩子们，就是用这个 Shema Israel， 要告诉他们的孩子们，在天下只有一个神，那这个神是唯一的全能的，我们一切都是来自他，这个是他们要教养他们的孩子们。那我耶稣也跟我们讲了，最大的诫命就是爱天主，他用了这个生命记第六章，除了爱天主还有爱人 如自己。所以犹太人他们以这个的概念，这个的理念教养他们的孩子们，要把宗教的概念要传给他们的孩子们。那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他还特别告诉我们，你们把这两句话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听着，你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，你们要全心全灵全力太爱你们的天主，还有爱别人如己，你们把这两句话带回台湾。他特别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带回台湾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教养你们的孩子们，要告诉他们神是唯一的，只有天主，要教养我们的孩子们有关宗教的概念。那我们在台湾，我们有这样做吗？甚至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家庭是爸爸妈妈是虔诚的，我们所谓的虔诚的教友，但是问他们孩子们有没有灵洗，他们说没有。有的问孩子们已经灵洗了吗，他们说没有，让孩子十八岁的时候他们自己决定要不要灵洗。我也问你们有没有，他们说这个让他们孩子们自己做决定，我们父母不要做，为他们替他们做决定。我再问那孩子们穿衣服，我们为什么不要让小孩子他们十八岁了以后决定要不要穿衣服呢？我们要不要让孩子们他们长大十八岁了以后呢，就决定说我要读幼稚园呢？都是我们父母为他们做的决定。如果我们觉得信仰是天主给我们最棒的礼物，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最棒的礼物也传递给我们的小孩子吗？我们应该学习犹太人，把这个宗教的概念传给我们的孩子们。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，把我们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君神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必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你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。
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施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，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，求赐我们朝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，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统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神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启社需要您的支持与赞助，可使用邮政划拨汇款，收款户名财团法人光启文教视听节目服务社，邮拨账号00035511。本节目由光启社媒体福传以爱还爱影音工程计划赞助播出。2020年耶稣会士南怀仁传需要您的支持与赞助，请扫描影片中的 QR Code 或电洽02-2771-2136转200，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。